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和俄罗斯的立场将影响土耳其在叙利亚阿夫林的行动。歐盟發言人譴責委內瑞拉驅逐西班牙外交官費爾南德斯的決定。在敘利亞哈拉斯塔流離失所的敘利亞人受到空襲之後，他們的生活條件十分惡劣。科特迪瓦截獲偷運到亞洲的60公斤象牙和穿山甲鱗片。法国的消费者抢购减价的 Nutella 朱古力酱，导致超级市场内发生打斗。